帅、啊，就是看老一点。一米五啊，啊，好了好了，那继续，有得谢谢哈。脸不要动哦，再写一下。有没有声音了？想爱情来不及别了，都送的疯了却无效。I'm just a gonna for your baby isn't growing. Say you let him do this baby. Judah, Judah, ah, ah, Judah, Judah, ah, ah, Judah. 我是山地上的老酒鬼，老酒鬼就喝这个小米酒。지망한듯나우미누나누라기나타양와이게아이말뽀말뽀이뽀아뽀기빠아니니오빠마디말모니아모니까이뽀아뽀기빠아니니오빠따로차이뽀로마모니까Saya anu ngamaku, asa ya bak
马古雷那是好像鬼子孩子要满大要十二个十八个都没关系谢谢哈你天生这么活泼吗？没错，没错。好好好。妈妈怎么想？妈妈。香料的调味哦，非常的好吃，又非常的入味。
等一下，你们是原住民吗？原住民啊。哪一组？泰雅族。泰雅族。对啊。那个在做烤肉的是你哥哥？对啊，这是我哥哥。啊。对啊，他是用花式烤肉，然后所以有名的，出名。对啊。现在没有客人，为什么这样不会很累吗？一到五没有什么个人，可是六日就大排长龙。一到五我们就是练习啊，看怎么烤会是最好的。哦，花式烤肉啊，对啊，就像花式调酒这样的。对。哦。对。那你平常就在旁边怎么辅助你哥哥？需要帮忙啊，就要看他有什么需要帮忙就会帮忙。那你有在前面这样表演唱歌跳舞？没有呢。长那么漂亮，可惜啊。你可以编一些舞啊。可以啊。对啊，可是空间太小了。这边近点就可以跳了，真的不用跑来跑去。真的。那这边服务多久？我帮我哥哥一年吧，一年。太阳名字叫什么？我妈，表静。表静。表静后面爸爸呢？乳干，表静乳干。表静乳干。月亮。哥哥叫什么？哥哥，哥你的哥哥名字叫什么？啊？他的名字哦。干了，对，努努干。你干脆把那个当酒瓶子。胡椒粉吗？飞来飞去的，它那个罐子也可以设计太阳风格。对啊，而且有时候你可以在外面旁边装那个 LED 灯，罐子会亮。哦，可是甩来甩去很危险吗？不是不是，你把它包覆式的。好的，你有在帮忙烤吗？有啊，
有的时候会考，有时候会考。你有练一些花式吗？有，我哥哥逼我，他说我要学。现在就像教育年轻的时候。好，川酱会不会热？川酱会不会热？啊？川酱会不会热？很热啊。是，是那个材质的问题。对啊。还好啦。再怎么热，还是要努力，不是为了家庭的生活着想。你那个手背可以借我照一下吗？是龙吗？火龙。火龙。就一边吗？对，就一边就够了。身上就是这个哈，还蛮大的。因为它是我的标记。好。那个太阳话，谢谢跟再见怎么讲？谢谢。我好外心木。好外心木瓜热，罗哥他瓜热。啊，那我们今天就来到龙岸，来到海澳，罗卡达瓜拉，罗卡达比拉。比拉不是那种钱的，努力赚钱，不要偷懒。不要懒惰在家里。现在的年轻人哦，都是像我一样，我从来都没有休息，因为我有家庭生活，孩子要养。女生还有你几个小孩？现在两个了，多大了？高中，要升高中，今年国三，那么大。Hello， 你好，记得啊，周三是王高冠哦。是很早结婚吗？我19岁了，我老婆18岁。哦 ，OK。这都是山猪肉吗？这个山上的猪肉。我们做生意不会骗人，猪肉就是猪肉，山猪肉就是山猪肉。主要是猪，对不对？不管你烤肉了，做什么了，不要忘记，像我一样。哦，大家应该都知道。啊，有啊，中山猪肉饭吗？要。干净新鲜又入味哦，不是个洗哦，经过马告香料入味的哦。像贺军翔的那个老公跑去哪里？嗨，那个像贺军翔的老公跑去哪里？哦，他在那边上班。他今天去那个拿驾照。拿驾照。大客车的。哦，是开卡车的。对啊，开卡车。没有，他要去考公车。哦，当客运开客运吗？对啊。哦。就先拿驾照再去考的。对啊。对，那个有上电。小姐，你再讲一次，他有时候会失手的。不好意思。会。要辣吗？辣好吃还是不辣好吃？辣一点点。好。小姐，我等一下可以，你先吃一口，然后。好吃的啊，中山猪王肉串哦。先吃完。好吃哦，好吃好吃。要记得。网络上分享一下哈，好，谢谢你啊，谢谢。好吃，你好，吃的啊，谢谢，不好意思。加了你。
Thank you.
你最后再讲几句话，等一下你那个你介绍你的店最后面几句。我是乌来山猪王，对，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给你们介绍。记住，原住民不要被打败，不要被打败，要加油，不要放弃，跟我一样，冲！太雅族哈，乌来的太雅族哈，对，乌来的太雅族，谢谢啊。那个，加油太雅怎么讲？罗卡达瓜拉，罗卡。哎，太雅叫达瓜拉。罗卡达瓜拉，大家一起加油的意思。后面加一个太阳，对，再讲一次。罗卡达瓜拉，达彦瓜拉。好，谢谢。你要跳一段吗？不对，我不能跳。动一下，动一段。不行不行。不行¡Gracias!